会决定现在呢，在舞台上为我们表演的是来自华裔舞蹈社的追忆精彩表演。华裔舞蹈社的小朋友呢，每个都身经百战，也常到我们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出。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女巫音乐会，与我们一起共襄盛举的台北温泉季。放风吹。